百分百。好，这一题很难哦，请大家要准备听好了啊、哦，这要比速度的哦。携带十二条，太难了吧？快点，好难哦！去偷太多条了啦，十二条怎么收、啊？三，哎、欸，不是，四，五，五，再来，再来，再来，六，加油！七，八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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九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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快点，加快，快点，加好，九，快点，快点，还可以，可是再两条，再两条，快点，再两条，快点，十一，再条，再条。快快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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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有点快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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八九九十十一十二，好，这一组呢就是无根尘获胜，但是重点难哦，他们还要把鞋带绑回去哦，辛苦你们这几位啦，谢谢大家。发生什么事？罗志祥乘坐法拉利风光进入签唱会现场，和歌迷一起放气球，期许改版专辑再登高峰。这一天小猪的喉咙还是很不舒服，却坚持现唱，歌迷很贴心的帮忙。本来公司叫我不要唱的，他说你这样唱哦，对喉咙也是更不好，那干脆不要唱，就跟大家见面就好了。但我还是觉得说我还是要唱给大家听啊，因为今天歌迷来了就是要听你唱歌，然后看你的表演，那我不能只是上台讲一下话而已。那公司说那么对嘴好了，我坚持不对嘴。那对嘴的话呢，就没有什么诚意的感觉啊。那我就觉得说我还是这样，把歌唱出来，然后再请歌迷帮我一下下就好了。这样，歌迷对小猪好，小猪也很疼歌迷，与十二位甄选出来的幸运儿一起泡温泉。这也是史上第一次有歌手跟自己的歌迷，然后这个这么亲密的一个互动，这个比拥抱还要亲密。怎么说呢？这个呢是共用一个池子。然后那个水呢，会在彼此的肌肤里面流动，那种感觉还蛮特别的。周杰伦出席《功夫灌篮》剧照摄影展，宣传电影新作。然而记者会最后还是被绯闻模糊焦点。周董跨年时和江雨晨不约而同的在洛杉矶出现，因而传出两人有新恋情的绯闻。其实绯闻真的很多啊，我觉得去澄清澄清不完啊，大家都在这个世界打拼嘛。那我觉得但。有些媒体可能就喜欢做一些新闻出来嘛，那也不能怪他们啦，因为大家都很辛苦。那只是说，才刚2008，刚开始就来一个，我觉得算是一个好彩头啦，好吧？希望之后不要再有绯闻。还是说单身知道江小姐？我刚回答你第一个问题，已经对你很客气了。费玉清穿着红色上衣出席签唱会，合力敲冰取得声势，并宣布下半年将举办巡回演唱会。所以我们很开心，就是很开心，就是我们在很多国家都有很多支持我们的人，所以我们在马来西亚、在新加坡，他们才会就是在那边会开演唱会，因为就是有海外的支持，然后台湾的朋友多么支持。棒棒糖新专辑发行一周就登上冠军宝座，此时又收到阿妹送的狮王雕像与祝福演唱会成功 VCR， 棒棒糖心情超开心。谢谢阿妹姐，因为阿妹姐呢真的是超热情的，我刚刚有说，因为之前有跟她一起拍过那个什么广告，捷运杯杯，然后她一看到我就是。好拳，然后就来一个拥抱，天哪，真好，我也好想拍哦。1月26号演唱会在即，除了加紧练习歌唱舞蹈之外，叶文是最新挑战。还没录音之前，前一个礼拜我就用那个 purple 慢慢拼那个日文，然后就 the 乌夫，然后 no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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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no， 就慢慢拼成一个日文歌。对，今天唱还是错了，对，今天唱还是有一些全部被反驳，是六七成，六七成还没有到很像。
杨宗纬假日举办预购签唱会，现场挤满粉丝，人气超旺。亲切与歌迷们问候的杨宗纬，随即被记者问到有关曹格不满他把背叛唱红这件事，杨宗纬不但脸垮了，讲话也很酸。本来就不是因为我的关系啊，这首歌是他的歌啊，对啊。那他就是他情绪上有一点点的不满，对。有吗？他没有这个意思吧？你可能误解他的意思了。那你觉得他是什么？因为我不晓得，我不晓得能不能忠实传达他的感受，所以我不晓得他是什么意思。